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月目教研集。向上师祈请。虽然上师与弟子常有一段时间无法见面，但是经由时常虔诚地向上师祈请，是具有相当利益的。真正的修法一定要让我们的善业延续，刹那也不能让它间断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修法。自身，我们现在所依靠的社会与群体，若只是充满着卑鄙的行为，那么要生活在其中就会很困难。因此，我们所依靠的任何社会与群体，要从现在开始就去改变它，不然它就不会是我们幸福的来源。如果自己不保护自身的价值的话，当所有人都认同了卑鄙的行为时，即使没有人驱使你，我们自己也会堕落。
肉类。肉类可能看起来只是一种食物，为我们带来享受，但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正在食用的这块肉曾经是一个有情众生的身体。简朴的生活，商业广告总会告诉我们，通往快乐的道路在于购买他们销售的产品。因为执着于个人自身的快乐、财富及家庭，让我们缺乏主见，容易变得人云亦云。如果我们能觉知到自我的空性，便能够有选择的空间，不受消费主义的习气所主宰，无需过着别人推销给我们的生活，勇敢地选择简朴的生活。光明，世界太黑暗，我们要做一盏小小的明灯，带给人世间光明。
是为了替自己积聚福德，净除罪障，是为了转化我们自己，而不是要改变佛陀。顶礼真意在于恭敬，尊重他人的功德。没有一个众生是完全没有任何功德的。诚如佛陀所说，不会有绝对好的众生，也没有绝对坏的众生。因此，一点优点功德都没有的众生是不存在的。分享快乐。生活里最快乐的就是有很多亲人和朋友在一起分享快乐。分享快乐会比自己享受快乐更快乐。所以我们心里要容得下很多人，这样自己就会更快乐。观音咒，我们都知道持观音心咒的重要性，也很想去念诵它，但只是念咒并不是修行。你一定要修持仁慈心、悲悯心，实际地以行动去关爱一切有情众生。
负责。很多弟子都会说皈依，结果将自己所有责任都推卸给上师和三宝。我们会说，我一生都交给您了，来生也交给您了。有些是真心的，那还好。有些看起来就不那么真心，自己还在做着自己的事。虽然上师还是会祝福加持，但事实上是否会落入恶道，弟子自己就要负起责任，要能止恶行善。遇上为缘，佛法并非就是很安逸很舒适的坐在那里，修法是需要消除一些为缘与障碍。当你遇上为缘与障碍时，你要能接受它们，能用佛法去改变及转变自己的心念，将心念转化为修持的善法顺缘。就像是训练军人一样，佛法也是需要训练及依靠自我的努力，并非很安逸地坐在那里。护持中华护身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中华护身协会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5679，012001195679，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。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，佛教慈悲置业花莲分会举办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修持观音六字大明咒仪轨，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暨佛前打供，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众。日期3月10日星期五上午9点，
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38311673。法会被平安寿桃面线与大众结缘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福恩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起见3天消灾超见祈福法会，礼拜3000佛明经，点灯供水护生药供及甘露施食，恭请法务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3月18日星期六至3月20日星期一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五姓财神法门。五姓财神音译赞巴拉，源于古印度的神奇巨毗罗，后由坦特罗佛教沿用，并由藏传佛教重新演绎。其法相是手持兔宝鼠或一袋黄金。当赞巴拉传到西藏后，各藏传佛教支派逐渐发展至依不同修持所属的5种颜色形象，再配合五方佛的概念而成为五姓财神。一般人以五姓财神身上的颜色作为称号。观世音菩萨化现为白财神，意欲克服痴执，主掌智慧，是平息灾难、增添财富代表。阿处如来佛化现为黑财神，意欲克服嗔心，主管权威，是消除怨敌、降服魔敌的象征。宝生如来佛化现为黄财神，意欲克服我慢，主掌财富，是积聚福德、增长智慧的代表。阿弥陀佛化现为红财神，意欲克服贪欲，主掌怀柔爱舍，能圆满各种世间与出世间之事业。不空成就如来佛化现为绿财神，意欲克服嫉妒，主管健康，是成就世事、增展财运的代表。五姓财神是西藏人所供奉的财神，专门掌管天库财富之神。除了掌管财富之外，也是藏密护法一支庞大力量，还负责掌管嫉妒众生所有功利事业。赞巴拉并非一开始就有五尊形象，而是一个具有财神属性的神奇。当藏传佛教逐渐弘扬起来以后，以不同修持需要，才发展出黄、白、黑、绿、红夫等5尊不同形象的赞巴拉，并配合五方佛的概念而形成五姓财神。虽有5尊神奇，但财神属性仍是相同的。绿财神行咒。嗡赞巴拉藏念扎雅梭哈，嗡赞巴拉藏念扎雅梭哈，嗡赞巴拉藏念扎雅梭哈。绿财神是北方不空成就如来的化现。绿财神一头二臂三目，头戴宝冠，
以珠宝璎珞为饰，下身着丝绸，右手持如意果，左手捉土宝鼠。他的佛母是浅蓝色身的财源天母，与绿财神共坐于莲花月轮上，功德令一切活动成功圆满，净化厄运障碍，成就一切愿望。佛母绿肤，一面二臂，手持蓝乌婆罗花，象征智慧。佛父佛母拥抱，代表悲智结合的修行。因此修绿财神除了聚财之外，也希望能达到悲智结合的修行。红尘巴拉扎兰达里索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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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尘巴拉扎兰达里索哈。红尘巴拉扎兰达里索哈。